愉快哪里探讨，说要睡后又没睡好。而家又嚟到录音啦，今日咧终于就录唱嘅部分啦，所以我就有啲紧张，咁都系人生第一次真系认真录自己首歌唱啦。啊，唔系，其实上次讲过五年前做嗰个 Grab Pro 系都有录过唱嘅，但系真系第一次人监咯，即系之前都系自己监自己。而家落雨湿湿咁样，而家尽量买支水，跟住就上去啦。我用自己耳仔啊嘛，最好啊！哇，有啲庆合合添，掂啊！对上一个喺呢个录 vocal 嘅人系边个？琴日，但我唔知道录边个。但系再上一个礼拜佢 book 嘅时候咧，就系 Mira 就系其中一个，唔系啦，梗系。Hello。愉快哪里探讨，说要睡后有没睡好一朝。啊，佢改咗少少歌词啊 ，by the way， 即系两段 chorus 有唔同咁咯。得系咪唱啊？我想问一下，我使唔使大力啲啊？讲真，因为我听到嗰啲 siblings 咧。我有時我唔知咪係太重咧，跟住就 fit 咗下，先 Conny 啦。咦，我後面係咪要唱埋一路到尾嗰度？嗱，其實嗰啲嘟嘟嘟咧，因為佢唔係好嘥 RAM 噶嘛，你咪即管唱埋先。哦，好啊。但係即我嘟到尾啦，總之。係，但係我諗我最後都會係剪，係咁即揀一，即真係要 identical 咁樣用咯。好啊。哇！O K 啊嘛，咁熄灯啊，不如熄啊，调节个光啊，哇，啱啱咧录咗一水，跟住都几紧张哇！我而家面红红咁样，因为头先饮咗几啖 whisky， 谂住可以放松啲，但系都几紧张，都仲有好多嘢未做得太好，所以继续努力。咁趁下呢个休息嘅时间咧，就带大家参观下呢度啦，吓几靓。咁呢度就系个 common area 啦。咁呢度最特别嘅地方咧，应该就系入面嗰几只猫啦。不过咧，而家啊，见到一个，呢个系。应该呢个是麦皮系嘛？呢只橙皮，其余嗰啲唔知去边咯。啊，我见到晒佢哋啦！呢个系柴皮，呢个系麦皮，呢个系橙皮，呢个系橙皮，仲有呢个系麦皮。Hello， 你仲有冇个新嘅 ？Hello， 哎哟，你麦皮定橙皮啊？呢个系柴皮，一定记得。麦皮、橙皮，耍耍分不清啊！你好想出嚟啊！愉快哪里探讨，说要睡后有没睡好日子。咁啊，认真噶咯。好。終於就錄曬音啦，錄 vocal 就冇乜好影啦。咁咧之後就可能補翻啲吉他啊，咁啊等阿權剪下啲 vocal 啊，剪下啲嘢啊 ，edit 下，跟住又 mix 下咁樣啦。
歌曲的部分都差不多過一段落的，那跟住遲些就上來聽 mix 啦，還有咁就會開始進入拍攝的步驟啦，就會拍個 MV。 好啦，咁錄音的部分就去到呢度啦，咁就係咁樣啦。